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 ，A、B、C、D 呢是边长为2的正方形，那 P、Q 分别是 B、C 跟 C、D 的中点，好，所以这长度都是一。好，然后现在哈，沿这些虚线的话哈，我把这个 A、D、Q 哈把它折上来，啊把 A、B、P 折上来。啊，把 P、C、Q 折上来，折上来以后的话，哈，这 B、C、D 会交于这一点，交于一点，那我再把它画一个图形，把它画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他问说，哈，那折起来的话 ，B、C、D 就变成那个三重点了，哦，就是重叠。那这个三重点，我令它叫做 R。那么他问这个 R 哈，到达呢这个三角形哈。APQ 的距离是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首先，因为哈这个它是左右对称的嘛，以 AC 哈当对称轴，它左右对称的，所以你折起来的时候的话哈，这个四面体哈它是对称于什么呢？对称于我现在哈把这个做那个平衡线的哈，这个角平衡线啊交以 PQ 为一嘛。哦，那所以这个三角形哈，它呢一定会垂直于呢这个三角形 APQ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三角形的话哈，刚好是把这个四面体哈平分了，而且它是左右平分，哦，所以呢这个四面体啊，哦不是正四面体，是四面体，这个四面体这个图形哈，它是对称于什么呢？对称于这个三角形 AER， 所以呢，这个三角形 AER 哈，它就会跟什么？会跟呢这个底面积哈 APQ 是垂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往这边看跟往这边看是一样的嘛。那往这边看的话呢，这个角度跟往这边看这个角度的话就会一样，这两个角度会一样。但这两个角度呢，加起来是180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就会是垂直。这个怎么来？这个东西就会垂直了，哈，这个是等于90度了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平面的话，你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一样。所以这个平面它是会垂直于什么呢？垂直于三角形这个 APQ 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只要把什么哈，只要把这个三角形哈的高把它找出来就，那个就是答案哈。现在我把这个三角形再画一次，我这个三角形的话，这是 R 嘛，它是 A 嘛，它这个是 E 嘛，所以的话 R 哈到达这个三角形 APQ 的距离就什么，就是这个高了。这个高就是答案，就是距离，就是 A 点到达这个底面 APQ 的距离。好，那我现在呢要把这个R1 把它找出来。这个 R1 等于多少？ R1 的话哈，这个 R 点就是 C 点嘛， R1 的话就是这个距离，我就说哈 R 点到达 PQ 的距离嘛，就 C 点到达 PQ 的距离。好啊，这个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嘛，所以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的根号二倍刚好是等于一嘛，所以这个是 C 一哈，是等于多少？等于根号二分之一。也就是说 ，R 一实际上就是 C 一啊，这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啊。然后这 AR 就是 AB 嘛，哦 ，AB 就是2啦，哦，这是2。二嘛哈，然后再来看这 A1 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距离啊。那这 A1 的话等于多少 ？A1 的话哈，这个是根号二分之一嘛，这个是根号二分之一，哦，这根号二分之一啊。那这个、啊、这是一，这是2嘛，这个平方加这边开根号，所以这是根号5了，根号5。那、啊、所以哈 ，A 1就等于多少 ？A 1哈，就是等于根号多少呢？
斜边，因为这是90度嘛，根号5的平方，啊，减掉了一股，一股就是根号二分之一的平方了，所以这等于根号多少？5减掉二分之一，所以这等于根号好二分之九，所以是等于根号二分之三，也就是等于二分之三根号二。哦，这是 A 一，所以 A 一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二分之三根号二，三根号二哈。好，那我现在求 H， 那这个我把它写成二分之根号二好了，这我令它叫做 X 了。啊，这个就啊，这个就是，这个、叫 F 好了哈，EF 嘛哈，这个就是等于三，三根号二除以二了。好，那我用毕氏定理，就 H 平方哈，啊，加上这个 X 平方，等于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呢，这个平方。这个是二分之三根号二减 x 了，减 x， 就 h 平方嘛啊，啊加上多少呢？h 平方加上这个是二分之三根号二，然后减 x 平方了啊，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二的平方。好，那我把它给减上去好，这是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S 平方减掉多少 ？2ab 就三根号 2x， 再加多少？这个平方就是等于二分之九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忽然把它减下来啊，减下来的话哈，这 x 平方就消掉，就三根号 2x， 再加多少呢？减掉二分之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啊，减掉四，这是等于二分多少？二分之负七，哦，这是二分之负七嘛，这是二分之负八，一减二分之八就二分之负七，然后把它移过来，这三根号二 ，x 等于多少呢？移过来的二分之九减二分之七是一啊。所以呢 ，x 等于多少啊 ？x 是等于三根号二分之一。好，那 x 算出来以后的话，我就可以求 h 了。哦，这 h 平方哈，就等于二分之一哈，减 x 平方，就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就是十八啊，九二十八，十八分之一了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二分之多少啊？二分之九了哈。再把它弄成十八，十八分之多少？九，减多少？九减一。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我这有没有弄错啊？这个 h 平方哈，等于二分之一哈，减掉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九二十八嘛，十八分之一，等于十八分之多少？十八分之八，二四得八了哈，二九十八，没有算错。好，所以 h 等于多少哈 ？h 就等于三分之二了，我给它开方嘛，三分之二。所以这高是等于三分之二，答案是三分之二。